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飘雪。今天我们餐馆里面要举行一场比赛，那个阿牛说要跟他妈妈比赛做锅边糊，看一下谁做的好啊，就是上一代跟这一代的人的做的怎么样。然后现在阿牛他是用这个什么，我们自己用米去泡，泡完之后用这个破冰机，破冰机给它打碎。碎以后呢，说尽量多打两趟，打碎一点，不然会有颗粒状，不好吃。那你冒酒味呀？阿牛现在切的这个是呢，那个大头菜。那天我跟我婆婆在唐人街买的那个大头菜，我们喜欢做锅边糊的时候放上一点点大头菜。其实用那个梅干菜也可以，或者是用那个泡菜可能也可以，然后把这个菜切细一点。七手八脚，三四个人都在了。好一点啊，现在儿子比妈妈强一点。
其实这个要妈的会抽一笔，那人家抽的没蛮多的，没有那么多，没有那么多，这怪你就没有那么多。等下我应该是这些布衣家哦。你啊，可以了，服了。又没教啊。好啊，我要你了。来，你做啊，昨天来做嘢。你打个你电视是嘛太，无啦，要啊电视个太了，个电视来。够，够啦。你今天走了。哦。怎么样？没事。对了，对了。哎，你这咋的呀？这边工作太，太太，太离不离多太，又离不离多太，对了，对了。对了，伊也打给了。上面的你到你家陪他 ，OK？ 啊，对了，对了。嗯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你这个没有油的。那花干过。我刚才那花花嘞，在那边瓢子里面，在那个勺子里面，是不是有白兰花？嗯，我不知道了。好慢啊。OK 了。七手八脚的，这么多。好弄逼的弄逼。去哈，特制锅边糊，这是我们特制的锅边糊，看。过夜的点没弄，过夜的。这个是四季豆炒肉丝，他加了那个黄豆酱，黄豆酱放点炒出来很好吃，很香。然后这碗是阿牛的菜，阿牛做的是排骨
什么的耶？阿牛。糖醋。这叫糖醋排骨？不是吧？想怎么做怎么做的，这个啊。排骨焖土豆。排骨焖土豆啊，土豆还没下锅啊。土豆要煮一煮，煮熟了，要不就炸，要不就煮。然后下午还有一大锅汤，骨头汤，萝卜，骨头萝卜，然后是那个什么嘎干，花嘎干啊，我们从中国带来的花嘎干，狗啃骨头啊，又可以吃骨头，又可以喝汤啊。这碗是阿牛的杰作哈，排骨焖土豆，土豆焖排骨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。两碗菜，一碗汤。